大家好，在回应网友的这一集里面，我们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：一个音是几个调？一个音属于几个调？这个在什么上面讲过了？挑战音乐里面唯一讲座就讲过了。大家还没有搞清楚，有人还在问这个问题哈。我们今天专门讲这个哈，专门一集来讲一个音有几个调，因为我讲过，音乐里面根本就两个东西，一个调，一个节奏，调性节奏，调性节奏。所以你调越好，将来音乐也有办法，和声啊，编曲了，作曲了，即兴了，都跟这个有关系哈。所以很重要，很重要哈。一个音几个调，你问学音乐的人，所有学音乐的人是不是很快的回答这个问题？那个七秒钟可能办不到啊。养成七秒钟可以回答一个音哪七个调。好了，我们来看看简单的方法，以前讲过了，我们再来复习一下。看得见吗？五度圈讲过了，黑山的五度圈，那不是黑山的，就是五度圈，是我用的这个，所以叫黑山五度圈啊。五度圈就是全世界的、全人类的音乐人的五度圈啊，不是我的五度圈，不过这是我设计出来、是画出来的哈。打油诗，哎，这个是我的黑山打油诗，应该加一个黑山打油诗。一个音是几个调？反一顺七，七个调，它是各调啥东西？发哆嗦来拉米西，这用唱名的话，唱一个发哆嗦来拉米西，不要发哆嗦来拉米，不是哦，发哆嗦来拉米提，发哆嗦来拉米提，同音一唱啊，同音一唱，唱名啊，一个音，任何一个音哦，是几个调？反一顺七，七个调。它是各调的啥东西呢？这个音是啥东西呢？就是发哆嗦来拉咪西。好了，你把这个打个视线记一下，然后我们看这边啊，一个音，一个音，有几个调？你反一步，反一步，反一步哈。其实这应该叫反二，不过我们叫简单一点，反一，反一，反一步就倒退一步，倒退一步，然后顺七步，顺时钟，顺时钟。这边是顺的话，那边是反，是吧？反一步。反倒退一步，然后七个，这七个音是 C 调的啥东西 ？C 调的发哆嗦来拉咪西，就这个音，这一个音唱发哆嗦来拉咪西，不是这样唱，这样唱是发哆嗦来拉咪西，就这个音唱什么？发哆嗦来拉咪西，发哆嗦来拉咪西，什么叫做发？这个叫做发。这个调的哆，这个调的嗦，这个调的瑞，这个调的咪，这个调的拉，这个调的咪，提，七个调出来了嘛？发、哆、嗦、瑞、拉、咪、西，很好记嘛？会一个有什么稀奇？会一个就会十二个，举一反十二。再讲一遍啊，这个音。这一个音几个调，先把 C 这个音搞回来，其他都一样了。这个音几个调，七个调，拿七个调，反一顺七，反一顺七出来了。这然后这个 C 是这七个调的啥东西 ？C 这个音是这各调什么呢？这个 G 调的发 ，C 调的哆 ，F 调的嗦。B flat 的 re, E flat 的 la, A flat 的 mi, D flat 的 ti, fa do so re la mi ti, ti mi la re so do fa, 懂了没有？最后一遍啊，这个音是还包括几个调？有几个调？七个调？哪七个调呢？反一顺七，这七个调。那这个音是这七个调啥玩意儿呢？是这七个调的 fa do so re la mi si。发哆嗦来拉咪西，这个叫做发，
这个叫做哆，这个叫做嗦，这个叫做瑞 ，B flat 拉 ，A flat 咪 ，B flat 七出来了。好了，会一个就会十二个喽。G 这个音是哪七个调呢？反一、顺七，出来了啊。反一从开始啊，反一步，反一。发哆嗦瑞拉咪西的，发哆嗦瑞拉咪西出来了。就这个音，这个调的发，这个调的哆，这个调的嗦，这个调的瑞，这个调的拉，这个调的咪，这个调的七。好，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，F 这个音 ，F 发这个音 ，F 这个音呢，它几个调 ？F 这个音，七个调，哪七个调呢？反一。顺七，反应顺七，然后这个音是这七个调的啥玩意儿？这七个调的发哆嗦瑞拉咪西，哪个调的发 ？C 调的发嘛，大家知道，这个发 ，F 调的哆 ，B flat 调的嗦 ，E flat 的瑞 ，A flat 的拉 ，D flat 的咪 ，F sharp 调和 G flat 调 ，G flat 调的七。发哆嗦瑞拉咪提，所以任何一个音，它有七个调，哪七个调？反一顺七，那七个就是七个音哪些调呢？就是你要唱发哆嗦瑞拉咪提，当然最好你要把这个要背一下，要背一下。假如像第一，哪七个调？那叫老二手哆发忒美，老二手哆发忒美，然后七个调就出来，不要七秒钟。两三秒就出来了，那这个音是这七个调啥玩意儿呢？那发哆嗦瑞拉咪西，这个音是唱发哆嗦瑞拉，哪个调的发？这个调的发，这个调的哆，这个调的嗦，这个瑞，这个调的拉，这个调的咪，这就出来了。所以问任何一个音，那你要想到倒退一步，七个都出来了。你假如问 A 这个音哪七个调？那叫咪拉瑞嗦哆发忒。你要把它背下来，这个记下来，这五度圈越熟，你越有办法。你看，咪拉瑞嗦哆发忒，这七个调。然后，这个调是啥玩意儿？就是发哆嗦瑞拉咪西，这个叫做发哆，这个叫嗦瑞拉咪西出来了。听懂了吧？不懂你拿这张做一下，等一下做个作业。这样回去自己练习作业了，多做一下就也许就会熟了。还像打一次哈，反应顺气各音每个音呢，各属七个调，一样啊，每个音都属七个调。反应顺气是调名，反应在顺气就是它那个调名，哪七个调？它是各调啥东西？这个音是各调的啥东西呢？发哆嗦瑞拉咪西唱名啊，这叫做音高相同，音高是相同的，同音异唱，同一个音不同的唱法，唱发哆嗦瑞拉咪西。我们复习一下 ，C 这个音高音谱 ，C 这个音它应该是反应顺七，从这儿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，要把它写出来，一二三四五六七。那这七个音啥玩意儿呢？发哆嗦瑞拉咪西，这个叫做发哆，这个叫做嗦，这个叫做瑞，这个叫做拉，这个叫做咪，这个叫提出来了。所以你回家去做一下这个，像这个滴滴滴，反应顺七，反应顺七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到这儿，你最好脑筋记下来。问你这个音，你就想到拉，然后拉瑞嗦哆发忒美出来，拉瑞嗦哆发忒美，七个出来了。这七个调里面，它在这个调里面七个什么玩意儿呢？它是发哆嗦瑞拉咪西，就这个音是 A 调的发 ，D 调的哆 ，C 调的嗦 ，C 调的瑞 ，F 调的拉 ，B flat 调的咪。一个提发哆嗦瑞拉咪西，这个音是这个调的七个调的，以下类推，你自己回家练习做这个，你把通做完了就很熟，而且做完了以后把五度圈也背得很熟了。
给你给你啊，练习战备，给你个 F， 那头发才卖了拉伸呢，给一个咪，拿七个调，一咪拉的手头法来练习。OK， 这样把一个音七个调不难嘛，很快就会了。这一辈子的事情，在学音乐人都应该把这个调搞得很熟，有一个音拿几个调，将来做转调啊、和声啊、编曲啊、作曲都有帮助哈。所以把一个音有几个调，一个音有七个调。最后一遍啊，再看这里，一个音有七个调，反一顺七，七个调。这七个调，它是这七个调啥玩意儿？发哆嗦来拉咪西，它是 C 调的发，这个音是 G 调的发 ，C 调的哆 ，F 调的嗦。B flat 调的 re， 这 E flat 调的 la， 这个 A flat 调的 mi，D flat 调的 qi 就完了。这个音的 do re mi fa so la qi 各属于不同的调。好了，希望这一章对你会比较深刻一些。试试看，回家做做作业，把一个音属于几个调弄清楚哈。最好不要看五度圈就会，那你就很厉害了。好了，谢谢各位。